所以你看啊，你自己觉得音质怎么样？很好，很超赞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有一个甜蜜的感觉，甜甜蜜的感觉，跟他恋爱了吗？再次谢谢我们李克勤先生，谢谢。好的，红包拿来，红包拿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哟，你又答对了。你怎么那么会答对啊？因为得到那个什么大嗓丸，大身功啊，开运女用衬衣，黄美珍，开开，很适合你耶，好漂亮哦！来摆个 pose 给我们看一下，而且粉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。Heavy metal 对，蛮适合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名，好了，好吧。第一名要揭晓了，一起来看一下。真的假不了。第一名，台湾女子跳舞机冠军，收视率3.98，基金指数高达86万1590人次。跳到四分钟跳，啊、超过，注意听哦，四分钟跳2000下，很强哎，平均差不多1秒18下。哇，一秒是讲一秒18下，怎么可能？来，现在来一秒，1、2、3、1。我喝醉了。有慢歌吗？没有。有，也是有慢歌，快歌慢歌都有。那个要看 level。跳舞机有人在跳吗？对，所以我才问他有慢歌啊。然后一头最后一页。一段表演，先给大家试试看。好的，阿秀，好吧，阿秀，有练新的舞姿，对不对？有，好好，厉害的。这个女孩怎么了？哇，你看，好快哦！天哪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她几乎没有一个 loss 掉的，对啊，没有 loss 掉的啊，而且都是 perfect， 而且她中间很多那种超快拍，哎，哇，跟比赛下雨还快啊！我的妈呀，速度实在快得太惊人了，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看花眼了呢？不要怀疑，这就是我们女子快跳冠军阿秀真正的实力哦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你看那个分数，吓爆了！爆爆爆爆爆！哇！哦，279，哎呦！哇，你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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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这休给他休少休息一下。哇塞！你这个跳完一次累不累啊？你啊？当然累，他在喘呢。啊？因为这首歌是最难的。最难的。是不是一般就是我们去投币根本看不到这一关，因为在很后头，对不对？还是会有，因为不会有人跳到这里。对啊，谁跳得过啊？请问你有把机器给加速吗？还是它本身就这么快的？我有加速，有加速。机器可以选择，你是要2倍、3倍、4倍？那你选的是4倍。四倍，所以它是最高速的。同时有一件喜讯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了。什么？墨西哥全世界跳舞机大赛总冠军出炉了，就是我们的阿秀。哇！你这真的是很光荣的一件事，可是你平常会不会做什么都特别快？比较敏捷，还好哎，会做什么都比人家快一倍，不会。我记得你男朋友也是跳机的吧？当然。
男会玩。哦，你男朋友应该就是音速小子本人吧？两个人就是啊，有这个勇士一同，对，好吧。接下来要看一双是一部，现在两部，好吧？对对对，来两部。世界 number one 快脚双击台挑战。这个是公斤取代的，然后也是四倍快，最快的。双击台的挑战，阿秀一点也不放在眼里。虽然难度变高了，可是阿秀的速度没有减缓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哇！天哪！哇！我一定要，然后回去苦练了，一边跳跳机，一边拉小提琴。真的，电脑都追不上他哎。流汗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每天要跳多久啊？这个，啊？4到5个小时。4个小时啊！流汗总比流血好。对，他又不飙车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跳舞。顺便要提醒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跳舞总比跳机好。跳机就没有签证，那不回来的那种，好吧？好啦。哎，题目要出来了，先看题目好不好？给他休息一下，来。好。跳一分钟的跳舞机会消耗多少卡的热量呢？以3.6到7.5卡。二13.6到17.5卡，3.36到75卡。来，请选择。这是尝试哦。好。好的。来，这边选3.6到7.5，对不对？很少哎。为什么选3.6到7.5？如果是跑步的话，一分钟大约两个，真的有根据的啊。嗯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是跳舞会比较喘一点的话，那大约5到7是差不多。好的，那还有为什么呢？丫头，数字还蛮顺的。有多顺？13.6到7.5没有很顺。妈，我这一次考好好哦，考6分哎。很顺。对。好，所以你们选择二啊，你们这边呢？因为我看他流汗流成这样，应该蛮厉害。对对对。36到75啊。究竟跳一分钟的跳舞机可以消耗多少卡的热量呢？我也好想知道哦，快点来看解答吧。我猜，到底跳一分钟的跳舞机能够消耗多少卡的热量呢？话不多说，快来看解答喽！哎，我们会请专家。好，直接来看我们正解，来。专业医师用运动者吐出的氧气来换算，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跳一分钟跳舞机会消耗3.6到7.5卡的热量，你猜对了吗？啊，答错了。非常激烈的运动，很耗体能。好，恭喜后面几位，来看一下仪容，也谢谢阿秀，谢谢阿秀，看一下，得到的是吉祥话，财源滚滚，恭喜财源滚滚。等一下，想一下，我们现在有几个大奖没有送出去哦？有手表4只，而且都是价值上千元的，好几4-5千块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呢，就是 B-box， 上万元的 B-box， 还有 B-box， 那是阿俊要再来一下，阿俊就陪一下好了。还有最重要就是啊，对，就是宪哥的预兆，还有就是你加热水之后呢，会有宪哥的全裸照片，好害怕哦，还有金饰，还有金饰啊，金饰。现在黄金价一直上涨，哎呦，啊、又得一组了，哎，哇，真的得到金饰了，哎 ，Miracle 的情人队是一组皇冠，哎呦，今天真的很时尚哎，哎呦，哎，他今天真的是时尚达人，所以有没有看到好不好运就这样来的，哇，好漂亮。
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来，喜不喜欢？一个喜欢。喜欢，恭喜了。恭喜恭喜。那就是男朋友一个，你一个嘛哈。而且他那个哎、欸，喂，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多小家子气哈。好，谢谢。